从前的我迷途失望，而人海里面困惑只感到恐慌。迷途的我如何拍案，浮沉中碰着这份爱使我向往，完全因你重燃希望，无穷黑暗内擦亮了心里烛光，完全因你情怀激荡，随缘境碰着你令我得到释放。你改变命运的结局，陪流泪的我笑着看，一个千秋于春雨里游着我心在摇荡，打破命运为我阻拦，冬日风雪下降，能令一生不迷惘。从前的我，从前的我，明明出错，但你令我摆脱痛楚，完全因你来临相助，人生已没有不可，悠然地唱吧这首歌，多得你用心在做我。阿里伯的性格就比较固执，初时他都挺抗拒服务的，同时也很体谅他身体的需要，要面对癌病的痛楚，他都面对死亡又觉得恐惧和忧虑，在服务上我们都很尽量地满足他的需要，同时也很愿意多行一步，每一个人需要都有不同的。照顾上我们都不断跟他聊天和尝试，让他感受到我们是支持他的。李伯的病情他都很反复的，要面对不同的治疗，一些不同的药物的副作用，他的身心都很疲累的，情绪又很低落，甚至想过放弃，我们都觉得很难受的，因为我们都理解到李伯的感受和需要，所以我们坚持不放弃，用心去照顾他，最后很开心他都接受了我们对他的关心，愿意跟我们一起走。